把我踩死，那在我这边如果野猪九月他是一个狼的话，那修可爱就是他的狼队友，那我觉得这把先出王大魔，然后九月和修可爱可以进去再敏过了。好，灿灿报警牌我认他，修可爱掉的四，他们两个已经用任务证实了自己的身份，挺好挺好，这把先出王大谋没有问题。李仔在这个发言在我的听感来说就是很刺耳的，他我感觉他就已经是认狼发言了，所以已知猴哥一个坏牌走的，王大谋一张坏牌，李仔再开一张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谁呢，就是野猪九月和小温里开一张。我觉得以我的视角来说，野猪九月的面儿会比小温的大一些啊，先出王大谋过。OK， 九月发言，那我觉得就不能出王大宝了。那王大宝的队友在哪里了，对吧？我想出小温啊，因为灿灿和那个完美全在一块的话，那这个人就只能是小温刀的，全票打给小温啊，过。九月说的对啊，三狼已出，好，对，没错，完美，九月来吧，没错，没有好人的，没有好人，来吧来吧，悟空为题，没好人了呀，来来吧，我中意，我逮他逮他逮他，逮九月逮九月逮完美，逮他逮他逮他们逮他们。给他们，完了吗？抓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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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抓住，没有鹈鹕了，不来开饭无所谓，来不来无所谓。可爱呢呀！开饭开饭，直接抓住了，抓住了，自爆，自己供出来了，自己跳出来了。灿爆了，他自爆了。蚊子就动，左上角自爆了，命运自爆了，不可能来的。对的，动了，是九月，哎。好好好，我来，我冲前面，我冲前面，金牛座，我是金刀。OK OK， 哎，抓到抓到抓到，我是金刀。屌的是发言 ，Michael 直接过到你九月，过。他在追我，过。我去帅呀、啊，修可爱又被别人了，修可爱，我牛批，把 Michael 交给九月，我看你怎么狡辩，过。啊，这条都给你，你聊过。全票打飞屌的是。你刀了李仔仔一次，李仔仔上把和灿灿全程绑票，外置位倒了一张新一，王大谋刀的，还有一个鱼鱼谁刀的，小温嘟嘟嘟刀的，那么雕的是和小温嘟为双狼，全票打飞雕的是进去拉铃，直接就是小温嘟，然后游戏结束。好吧，我这边写好人、啊、好吧过。要不这么长一大管，你来唱首歌吧。我觉得是可以的，投自己啊，投自己怎么说？野猪九月？不，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搞，就在这把，就在今天搞下了，就在这把。哦，有余额，有余额投我了，就在这把。有没有这可能是他投的？不是，他投的是你，我自己投自己的。游戏结束了。我想找一首带点调的。OK， 行行好。很明显不够呆。这一把除了鹈鹕没中意啊，这一把全好人。是的。因为两个问号，所以没随到。那猴哥怎么把加拿大呀？猴哥想去加拿大旅游。牛，这个正义这一刀有点牛。三狼两中立嘛。好的，猴哥，适应过来了。猴哥，少个中立吗？是不是少个中立啊？等一下，王大宝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他是随机的，他是随机的两，随机的只是没有随机到。OK， 对，包伯父，对，是的，对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关弹幕，猴哥，不少，不少，中立不少。哎，伯父，来一把信任局啊，下一把。好，好，好，可以。OK， 可开，来。跟我说话好好说啊，好好说，我是好，他应该是坏。好，我是怎么说怎么说，我也身份很硬，很重要，很我的身份重要，很我也很我先做个任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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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做你做你做，好，无敌无敌，好，任务做完了，无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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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任务做完了，无敌无敌，我单走了，我无敌啊，身份无敌啊，做过了做过了，看进度条，别跟我别跟我跟我就哎别跟我啊，我先躲起来。我先躲起来。
雕的是发言啊，被静音了说是。好，那么我不在场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上来就在那大喊做个任务。那么如果我为坏，我做任务进去没有条，我等于自爆，对吧？那你其他人做了，你不要说什么是你做了，对吧？我不管，反正我最起码我做了啊，进去有一个身份无敌，无敌啊，过无敌单者过。OK， 我是哪？然后呢，三次，我从那个隧道复活在坑那儿，我就直接去那个玫瑰的那个地方，我就直接放了个玫瑰，右边的门是已经被我打开了，然后我就上去了实验室呢，遇到了修凯，他正想往电脑里面走，然后呢，大谋是在修凯的后面的。然后我就走到实验室那，我就看到了一堆人，好像是三吃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三吃说，什么猴哥在做狼人任务，我说为什么，然后我也没有看到有猴哥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时候鱼拍醒了，说是被静音了，有没有说可能他刀到了加拿大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修凯的走位给我感觉有点像是单走的牌，他刚刚因为我从隧道坑里面复活出来，他是往隧道里面走。然后我看到他，我直接走了，我去到那个实验室呢，所以我就踩一下他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刀到加拿大，然后呢不知道说什么就假装静音一手啊，过了，我听龟票我也过。吃吃发言，确实在拍案的前一刻，小万那边在喊我是鹅，小可爱刚刚脱离我们实验室往下地牢走了一步就拍进来了，所以很有可能是点炮了。然后我看到猴哥在实验室那边做黑灯任务被我逮到，我说猴哥做关灯任务了，猴哥连忙就往锅炉房方向走了。你们盘一盘，有没有人在右侧位看到过李仔仔？如果有的话，猴哥有可能也是张狼牌或者是张小丑牌，在那里假装做狼人任务，然后一言不发直接逃窜了，结束吧。但这轮应该是鱼的轮次，一人一刀，看谁发。我一直在那个实验室没动啊，就那个实验室里边，然后我就听到三次说猴哥做狼任务，那他这么明显的在那里做狼任务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无非就是呆呆鸟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他狼面不大。然后我站在那个实验室全程没动，然后我旁边还有几个人，因为我很卡，我也不记得。你们在场的聊一下好吧，聊一下，然后把我也认下来好吧，因为我在场确实是看到了两三个人啊。小问题啊，有点小。我在实验室就看到了猴哥，我在那个锅炉房跟实验室的中间啊，我跟猴哥报了身份，如果我被拒了就是他，他被拒了就是我，对吧？他的身份也给我报了，我暂且信猴哥一轮，他应该不是那个狼，好吧？我们都是好人身份过了。这人出鱼没问题啊，我在实验室的右边，我啥事儿做狼人任务了？这三只搁哪看的呢？很奇怪，说实话啊，非常的奇怪。鱼大概率应该是到加拿大鹅了。完事呢，新一进来跟我说他做了一个电视的任务，所以刁德一说外面如果进度条动了，那是他做的。小文也做了一个这个这个叫开门任务啊，那进度条动了并不能证明这个刁德四就是好身份，好吧？这轮应该全票打飞鱼没问题，估计应该刀加拿大鹅了，没有这么巧，而且他也没有趁谁说话的时候上一手票，大概率应该是到加拿大了。那娃妹怎么死的？我跟新一全程在右边啊，这手就说做狼任务，这啥天做狼任务了呢？我进去肯定到了，这个那我可能要打你三次一手，好吧？过。他这个就收 OK 九月发言鱼你如果被禁一了你就扣个一好吧，然后这个瓦妹怎么死的我给你们点一下，前诸位所有人都没聊到，然后瓦妹是我出生是在那个实验室，然后有瓦妹有鱼然后瓦妹说她是鹅，然后后面王大谋从右边过来的时候说哎我信你这把，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去地牢那边对身份了，然后他俩是去到了那个地牢左边那个隧道里面，我在那儿看门，我在当保安对吧，然后报警之前我进去看了一眼没有尸体，两种可能，要么王大谋为专杀，但是他自要么为鹈鹕，但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儿自言自语，所以我觉得他的鹈鹕面应该更大一点啊。所以这一轮其实如果不知道出谁，可以先出王大谋，出鱼也行了。然后参参归个票，然后不能听王大谋归票过。参参发言，这一轮九月点出了瓦妹的信息，还有前面，修可爱的这个是，实验室挺多人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先投的鱼，然后王大谋的话下一轮去说，我们可以去饭堂啊，王大谋直接去饭堂就行了，因为我这个位置是在地牢那个位置，
我是没看到修可爱的尸体，我觉得可以先出这个鱼鱼，然后下一轮进去试一下，带到好人试一下王大魔的弹性过。OK， 王大魔发言清清爽爽。鱼鱼另外一个队友抱拳也祝九月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地牢门口站着参参，然后我下去看，我看九月一个人站在左边地牢隧道那个第一个拐角位置，在那里站着，他一个人搁那自言自语，我没有看他附近有任何人。他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他什么牌，他应该是一个鹈鹕牌，他想把这个鹈鹕张给我，他可能一个人可能自言自语，我没有看到身边有人，然后他来张我一手，先出鱼鱼啊，九月待会儿应该就是个鹈鹕了，过。你投他一个，直接我直接范唐罚站，你说我鹈鹕，来范唐，范唐集合，坏了，感觉王大谋是金银狼，票两票，坏了，票一票。两票弃。猴哥，你我感觉王大谋是金银狼。猴哥是小丑，猴哥摸狼任务了，然后还猴哥有问题，你有问题吧？我不，我也就是没刀，我有刀，我直接把那三尸给他刀了。那你发言有点奇怪，人家说你做任务，看左上角我没做呀、啊，新一你不给我做上，新一我没做，我做狼人任务了吗？我感觉有点奇怪，有点奇怪。不对，猴哥，你来看一下，试一下我，有点奇怪，看我走了几步，你来看一下，刀我这刀都没他快啊，疯狂在按，我操！好大呀！你们，哈哈哈哈 ！Nice！ 你看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我一刀不够了。哇，关鸟这三次，我到了一个了。那再快一点！我还想说他为什么要往反方向走？轻松走，轻松走。可以，亮个亮，亮个亮。我咋跟你说这样？我现在哦，差点。我想到你那个技能是让我弹性的呀。亮个亮。刚怎么着？啊，这哎，学静的音啊，静的真好。我静的。可以，三次牛逼！我看到牛逼。这不能说话，你们。我的问题，他们报警太快了。真的，我准备来走两步，放几个屁了，这一枪。我直接信任局，怎么说？我直接给你。可以自证啊，没问题。不能信。刀了一个狼都能信了，真可以信。是个骗子，几乎没吃到。你昨天还骗我呢。你还想骗我？我发现了。不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追我，你带把刀就刀我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吃你。坏男人，别追我了。我不会再相信你。就在这把，这把纯信任局。你还抄小路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看到王大谋杀了一个，我杀了王大谋。是的，我杀了一个。我做了个狼任务才过来。然后三次杀了一个，我吃了一个，然后我出去又被参参倒了。可以。很快。很赞。好乱。真的，这把纯信任局，相信。不相信，没有信任可言。有信任，真有。你叫什么？说谎九月一。大龙头火箭库 okay, 我叫三吃，你记住。抱歉。OK， 可开。OK。出击，高不负，关弹幕，开。那我做了任务，他没做呀，那说明他没做呀，那不撒谎了吗？那为什么呢？我不懂啊。怎么说？可以聊。但是我们得先去人群中再去聊。OK， 我先做个任务啊，我先打个牌。OK， 我做个任务啊，做个任务啊。OK， 我在这做调这个。行。OK， 我在做啊。OK， 很真实。我在做，马上做好了。你在干嘛？好，做完了。我报的警，我和小文，我说我是肉汁，我和小文去地牢隧道里面对身份，然后小文在我面前直接爆开了，我能给到信息就这么多，他是直接在我面前爆开的，他爆开前还哎呀了一声，这是我能给到的所有信息，不要脏我，抓到加拿大过。鱼鱼发言，加拿大人后置未来盘，我这边能看到的信息是三吃，报警之前三吃，然后新一，然后鱼鱼，然后马老师，我们几个人是在那个实验室，而且是有动作的，就是在说话的，我记得住的人里边，所以说这一波三吃马老师新一绝对就算是有超能力绝对不会是他们，而且我觉得时间确实有点快，好吧，过。刁的是发言，点杀王大谋，我根本就跟你不在一块儿，对吧？我也没有任何信息。欣欣，你看到我在做任务，进去注意看左上角的进度条。但为什么我杀你王大谋？在场所有好人，你注意听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？他说我是肉汁，我跟小文去对身份，然后直接爆开，这是我的所有信息。他那个"西"字明显憋不住笑了，那个"西"发音已经不对了。
啊，过，点杀，洛克杀是断头台杀，过。是的，但我们好像有点想笑。然后我出生的时候，应该是仔仔从我旁边直接走了，然后我后面包包过来了，我是跟包包一起走到实验室，然后就看到了马祖是他们一群人在实验室底下，我们几个肯定是不开刀了，你的尸体在什么隧道里面，那个打飞王大毛过。我也觉得王大毛很像顶炮了，然后我能铁保餐餐，我跟餐餐对完身份之后，我们是在哪储物柜出来之后遇到猴哥，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到实验室，在实验室遇到了大部队，这是我的信息过了。OK， 我这边和九月是在实验室的左边那个门那里，然后我们一直在说话，然后我们这个抱团阵营已经很明显，那王大谋就是刀刀加拿大鹅的，我过了。在场所有人都有人保的情况下，那王大谋已经掰不动了，好吧，过。如果第二轮进去，左上角有那个任务进度条，我就铁保刁德士，然后再保一手三次，好吧，我铁保这两个人。王大谋，你一个肉质敢去跟人单独去地牢那个位置对身份的呀，我不太信啊，点杀王大谋，过。全票打飞王大谋没有任何的问题啊，首先时间非常的快，其次现在目前来讲没有人捞你，当然也不可能有人敢捞你，好吧，全票打飞王大谋，过。啊 ,OK, 学员发言，我这把是全程和瓦妹在一起的，但我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王大谋上来就爆了肉质，然后拉着小温去单聊的话，小温立马倒牌报警，然后没有人捞他，那这种还是出王大谋，我觉得有点怪哎，好吧，过。这样子听下来大家都在实验室，然后我觉得是可以投王大谋的，这一把我和三痴是一出生就有真心换真心，我们互换了身份，这时候储物柜那边有个洗衣服的任务我也做了，我也做了个任务，除了刁德士我也做了个任务，好吧，这一票先挂在王大谋身上，然后余额看票型余额有没有一种他是看一下马老师有没有做到、啊、看任务条啊，看任务条啊，进去看任务条啊、OK 爽爽轻轻爽，看任务条，看爽爽角、啊、OK 铁宝马老师跟那个三吃铁宝这两个感谢小温嘟嘟嘟的钻粉飞机，谢谢小温嘟嘟嘟的钻粉飞机，谢谢谢谢小温，谢谢哎我是呆呆了，谁打的呀，很难受很难受，谁打的呀，谁打的呀，我刀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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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减一百，我受不了了，怎么跟你高的高？谢谢各位小老板，我确实是跟他打视角刀的，你知道吧？他确实没看见是谁刀的。哦，他不说了，你要狙他，虎哥。OK， 了解。把他做掉。哇，我不敢狙，这谁知道他是呆呆鸟啊？对呀、啊。行，对呀、啊，只能说这首演肉汁，怪不得他笑了，憋不住了，当时怪不得笑了，笑这个，怪不得笑呀，是笑呀，哎呀，裂开了，是吧？是吧？王大毛，高不负，哎，王大毛，微信转账五分啊，全部点上去了，王老师，断头台上啊 ，OK， 来来，高不负，我们还有这人是我刀的，我建议给三三分。啊，那还有小问一分，就2.5。刚的那个人是我，我建议可以44分。三次。OK， 高不负。OK， 我们高不负，关弹幕。换个打法。尿。尿。Hello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修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尿吗？修改三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马老师是尿尿，马老师不。我在做投资。不。
什么意思啊？三次走走走走走走。全票打飞新一面刀啊，新一面刀。当时啊，来记一下笔记啊。我操！当时旁边应该是有包包，有九月，有网妹儿，还有鱼鱼鱼。据我的推断，新一敢动这刀，说明旁边有队友。那么在我这里，包包、九月、马妹、鱼鱼他们里边必出双狼，一定是三狼聚集，好吧？先全票打败新一，有出刀动作啊，不要听他狡辩，他没有任何理由来刀动这王大谋这一刀。那么秀可爱是怎么死的呢？那应该就是外置位鹈鹕吃的。在我这里，能做成鹈鹕牌的有刁德四、小文、三吃、九月。好吧，过。还有灿灿。OK， 绝发言，我做不成鹈鹕牌啊，猴哥，我是跟瓦妹还有王大魔他们出生在一块的，然后出生在那个锅炉房，然后走到实验室这边的时候，然后过来是新一面刀，对吧？然后你报警，我这边可以认你好，然后在我已知我自己身份的情况下，那其他人里面应该还要再开一狼或者两狼，那这一轮可以先出新一没问题啊。然后外置位的牌，雕的是小 Win 三吃。对吧？参参应该也是外置位，那他们里面应该要出一个鹈鹕或狼过。参参发言啊，我一开始在锅炉房，好多人哦，五六个人好像一起复活。我看、大家都往实验室，我这一把我就不在实验室，我直接外置位单走，好吧？我确实是外置位。然后如果猴哥点杀新一面刀啊，那么那这把就先投新一喽，过。鱼鱼发言，确实是新一面刀，然后鱼鱼这边是一个肉质，然后包包当时是准备喊了我下去地牢里面报身份，我说我要喊第三个人，我回了一下头，然后新一当时是在我的就是实验室门口往下一点点那个位置，直接一刀冲上去把王大某嘎了，我冲上去按这个报警，但我没有猴哥按得快。按照猴哥的逻辑来说的话，那如果你说这三个人就是我们四个里面出双狼，那我已知自己身份的情况下，包包喊我下去我先不管，那九月和瓦妹就要开一点点问题，但是这一波肯定出新一过。OK， 雕的是发言，只有一个鱼鱼说了，悟空看到的是真实的啊。然后等会儿看瓦妹和包包说一下，他说的是新一包包九啊、哦、九月说了，那大概率孙悟空为好了。这把太快了啊，我跟三只出生在一块，小聊了一下，还没对起来啊，往那边跑没来得及，直接报警是这个情况啊。啊，我这把可以认悟空了，应该瓦妹和包包。可以先出新一过，那现在就是三次跟吊的是他们两个抱团，那就只有参参是外置位嘛，是不是还有九月，然后包包是在我们人群中了。猴哥我在你头顶上，然后我看到了就是新一冲刀，就是他一个箭步往上冲冲刀，我在猴哥你的头顶上那个灯下面那个位置，我在那站着的，我是在你们这儿的，那他们应该就是三狼聚集，我觉得先出新一没毛病，我铁认猴哥为好，鱼鱼的发言也很正啊。那么包先不聊，先出新一过。吃吃发言，小温这个盘的轻轻爽爽，而且这个发言力度也很有。我补充一下，我跟刁德四是出生在雾洞，我说这个地方好危险，得赶紧去集合。刁德四说我这个发言得认一个好，我们往携手并进走到锅炉房大概这个位置拍进来的，好吧？下新一没有任何问题过。OK， 我也是本来想冲去报警的，然后猴哥报警太快了，我就没他报的快，然后可以出新一。我这个身份我是可以，我是一个可以自证的身份，所以不用踩到我身上。那鱼鱼在我这里，因为我能看到我的底牌，我是个好人的底牌。那鱼鱼这个肉质我是不认的，好吧？然后他还踩我，我非常的不认。然后这把先出新一过了。好，先出新一。鱼鱼一上来他就，我和他出生在一起，他一上来我就和我报是肉质。然后他一直在实验室喊是他是肉汁，然后我说我和你聊一下，我们俩就往下走，我第一个，鱼鱼第二个，新一第三个，新一第三个回头把王大毛就杀了，他回头把王大毛杀了之后，鱼鱼往回走，然后猴哥比他手快，猴哥报到了警，所以鱼鱼在我的视角中他就是个铁肉汁儿啊，你李仔仔踩不动这个肉汁儿，那么新一的另一个队友就出来了，就是这李仔仔。我觉得现场肯定是有红名，要不然新一不可能开刀，你踩不到鱼鱼的身上。然后野猪九月在观察，因为在我的视角中，我是认得下鱼鱼的。新一为什么敢开这一刀，一定是李仔仔和九月他们有他的队友，对不对？所以先出新一进去之后观察这两张牌啊，不要放过。给我点时间，给我点时间，给我点时间。
我这一轮出生是跟大魔出生在一起，出生在书房，我们来了一波真心换真心，他说他是鸽子，那么我作为一个警长，他一个鸽子，对吧？我肯定不能放过他，所以我只打到了，我是警长。如果你觉得在座的各位谁是警长的，直接给我来一票。OK， 我认出，行，警长没了，加油！爆炸爆炸，全出你全。猴哥进去，我直接给你报身份，这把。猴哥，我也给你报身份。可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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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个票型，这票不不不，票型肯定可以。我觉得不用看票型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他这人太多了，哪能这样？有道理。可爆可爆，身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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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爆，可爆可爆可爆。等一下，悟空，等一下，悟空，身份可爆。哎呀，悟空人呢？悟空呢？身份可爆。你跟谁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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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鱼有点问题啊。谁？聊一首，九月先聊一首。九月，好，我帮你守啊，我帮你守啊。你出去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，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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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过来，我在保，别过来，别过来。有人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。里面有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人。那个，猴哥来了。OK， 包包和鱼鱼都可以刀，我说。谁？鱼鱼，哎，啊，刀错了啊！我为什么说鱼鱼有问题呢？因为鱼鱼上来是没有包肉汁的，完事他进来才包的肉汁，然后包包保他了一手，说鱼鱼上来确实是包肉汁了，没问题。然后刀错了，那现在啊，就有个问题了，我们的警长已经走了。我们的肉汁儿也走了，所以说当时这个新一那就不可能是警长，所以旁边一定有队友，那么他的队友是谁呢？包包和瓦妹，应该是瓦妹，因为上一轮鱼鱼和瓦妹他俩是不共边的，瓦妹点踩鱼鱼，所以这一轮出瓦妹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现在我们情况很危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七个人，我们现在应该是有不知道新一刀的是不是鹈鹕，现在应该是固定还有两狼，所以这轮先出一个狼，完事还有一个鹈鹕加一狼，我们进去再盘，好吧，过。参发言，我一开始是和鱼鱼出生在雾洞，然后我和他，因为他给我报了个身份，然后他给我报他是肉汁，我跟他报了个身份，我就去外职位单走了，然后我没有你们那边的视野，我也不知道谁是警长，谁刀了谁。我是没有信息的，但是我要听一下发言。猴哥在我这边两轮，第一轮都是报警位，所以在我这边是任题好。然后上一轮发言不好的，是瓦妹。虽然说九月说跟瓦妹一起，但是我觉得瓦妹在我这边不做好，我想听一下其他人的发言。过。OK， 雕的是发言，我只对话你悟空一个人，你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？新一他在临了的时候他说自己是警长，大魔是鸽子，是他说的对吧？那明显嘛，撒谎了嘛，对不对？警长护刀。那么站在人群当中，你认为瓦妹跟包包有可能构成他的双狼，对吧？这是你从第一轮开始就给的发言。那么到了第二轮，我们已知大魔如果为好啊，被他新一刀了，然后警长护刀，修可爱又被刀了，第一轮对吧？假设修凯以为好，也就等于说情况很危急。如果大魔不是鹈鹕的话，那已经输了，你悟空都有可能构成鹈鹕，对吧？我不是打你，所以说新一为狼的话，那你包包跟瓦妹必须得出了，站在我们好人视角是不是必须得出，对吧？只能这么出。然后参参发言很奇怪，一直单走一直单走啊，然后后置位到他们归票，没得归啊，没法归啊，悟空啊，对吧？到他们发言肯定开始搅屎啊，那就全票先归这个瓦妹啊，给三次归，你不要归其他人，你不要归其他人，没毛病吧？啊，过。先出仔仔，先出仔仔，警长已经护刀了，在我这儿的话，我觉得参参有可能是鹈鹕，他从第一轮到这一轮，他都是有点，就是有点滑的，就在我这儿，而且他上一轮是外置位，不是也第一轮的时候不是也走了一个外置位的牌，我们当时是在盘那个面刀的新一，是不是？那在我这儿参参有可能是鹈鹕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这还有开饭的，我觉得可以出这个仔仔，因为第一轮他踩鱼鱼，这点我不认的，而且鱼鱼在我这儿我是能认他为好的，鱼鱼从一开始他就喊了，他说。
他说他是肉汁儿，他说了很多遍他是肉汁儿，包括他进来他也说他是肉汁儿，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警长要去刀鱼鱼，他上门发言也很好啊，你应该要去刀瓦妹的，在我这里我感觉，反正我先出瓦妹了，过了。OK， 吃吃发言。首先，猴哥的身份我是认的，因为才认的，因为才走的新一是个定狼嘛。我本来是想出参参的，但是听小温这么一说，参参一直单走，有可能构成一张鹈鹕或者是一张呆呆鸟牌，那优先下狼牌肯定是更稳健的。所以先下李仔仔没什么问题，我不改票。我本来是想说参参，因为参参已经两轮单走了，第一轮也是张外置位牌，我要这轮我还是要听参参重点发言，但我票会挂给李仔仔，过了。OK， 反正我这轮要走了，我跳一下吧。我是跟踪者啊，狼人可以拘我，我不可能报假身份，好人全都不信我，可能现场上也没有什么好人了。我为什么会踩鱼鱼？因为当时猴哥是很能肯定好人的情况下，他踩了包包、九月还有鱼鱼。那我知道我底牌是一张好人的情况下，鱼鱼踩我，那我肯定反踩他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知道我底牌是什么，而且他不是就像猴哥说的，他不是在游戏里跳我肉汁我肉汁，而是他进来才跳一手，所以我觉得鱼鱼有问题，那很正常。而且警长可能是听了猴哥的这个话，然后所以去刀了鱼鱼，那他的确是一张肉汁牌，但不代表我就是一张坏牌，我是全程跟团的，我没有动过任何刀，而且我说了我是可以自证的牌，你们不信进去可以绑我，但是我也报身份了，狙击狼可以狙我，狙了我就坐实我的身份了，我是可以自证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本来就没什么好人了，不需要再扛推我了吧，如果你们要出我也没有关系。那我觉得参参这张牌我放不下，如果我走了，好人带刀可以去试下参参这张牌，不是呆呆鸟应该就是什么坏牌，刀了他好吧，过了。我发现你们上一轮完全没有听我的话言，我已经说了，我说一进游戏我就和鱼鱼复活在一起，鱼鱼一直在哪里喊我是肉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认他这个肉汁。完了你这个警长还上去给他一刀，那李仔仔你和他对立面没办法了，那只能出你投票了。我上来就说了鱼鱼是肉汁，鱼鱼是肉汁，一个起票，他一直和我说他是肉汁，上轮我也说了鹈鹕，一个起票，完了又出错了，犯游戏结束，犯堂集合，你这又单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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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那个他又单走，对，又单走了，那个的参参又单走，参参一直在单走，应该没好人事了，对，应该没好人事，我觉得也是，毙了，感觉就毙了。半堂集合的话，我操，这刀都没出出来吗？游戏也就是结束了。三吃跟餐餐是双狼，他俩要动双刀，但是没动了。一二三四五，现在剩五个人，应该是挂不出去票了，我估计。除非王大谋是鹈鹕，才有可能赢，好吧？现在除非王大谋是鹈鹕，才有可能赢。这轮先全票打飞三吃，疯狂刀，因为三吃第一轮他说他能保参参，但是啊，上一轮我们归马妹应该是归错了，那就是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实验室那个位置，新一在没有队友的情况下把王大谋给刀了，啊，就是这么的马，以导致我们来这说这个盘错了一手啊，但没有关系，先归三吃过。参参发言，猴哥，我都不在你们那边，怎么双狼双刀啊？我都懵了。我和雕的是在书房复活，我记得是书房吧，反正就是那一块。然后雕的是说饭堂几何，我是一张单走牌，我肯定是去外面啊。然后我是不在你们那边的。这一轮我还是要听一下三次啊，猴哥，你这踩我没道理啊！我又不在你们那边，怎么双狼双刀啊？过，刁德斯发言，这个参参发言太奇怪了，他要么带着鸟，要么鹈鹕，嗯，只有这种啊。然后你这边归的是三吃是吧？包包跟三吃里面归三吃 ，OK， 没问题啊。嗯，只能这么打了，不要管参参吧，参参有可能带着鸟过。哎，那这样说的话，就只能看有没有鹈鹕了。反正我是弃票嘛，如果没有人弃票，那参参就得是个小丑嘛。那看参参是小丑还是鹈鹕了，我弃票了，你们投我吧，过。肯定得了。三吃和参参不是一个阵营的。三个人弃票，三个人弃票，去，两个狼，一个鹈鹕，去，三吃包包，双狼，去。
双狼，双狼，刁德一还演，刁德一，刁德一别演了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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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他为双狼，别演了，别演了，鬼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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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鬼直接开饭，你到不了的，来不及的，你来不及的，你来不及的，我直接开饭，你来不及的，好吧？啊，你开饭，绝对你绝对没有我快，你绝对没有我快。OK， 我都说了。OK OK， 双狼，双狼啊，谁？我这一刀，谁？把好人全给搞乱了。这呆呆鸟明显是帮狼玩了嘛？他弃票了。我以为是鹈鹕呢，我想要当鹈鹕玩。OK， 我以为只有一狼了。这一刀把好人搞乱了。怎么可能啊？他都说赌一手弃票了，怎么可能还有一个狼啊？互相抬好人，全都是好人出去了。嗯，那没办法。Old K， 来的有点晚，来的有点晚啊，来的有点晚，有点晚啊，有点晚啊，我做任务啊，我先做任务啊，我的任务，我先做任务啊，我先去做任务啊，我先去做任务啊，我做任务啊，我在这做任务啊，点一首蜡烛啊，点一首蜡烛，点一首蜡烛，行，可包可包保温，哎。不是，这总不能脏到我刀到家，我完了，我觉得我洗不清。王大某肉汁儿，他在实验室一直喊，然后呢，一直喊说自己是肉汁儿，然后呢，他说没有人信吗？我说我信呢。完了之后他他拉着我说跟我对，我说好，我就一起跟他往右走，然后他爆开了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我演不下去了，过。啊，我不在你这个现场，但是我在另外一个现场。嗯，我们这里三吃是鹈鹕，吃了九月，然后我们这里有人动了一刀，把九月抛出来了，但是是好刀，我不说是谁，好吧？嗯，有没有？那小温这边也没有人可以给你证实啊。哦，我在我这边能保的是九月是在动的，啊，新一是在动的，然后还有谁？我记不太清了。嗯，过了。我这边最后的视角是修可爱、马老师和猴哥吧，他们是在那个实验室上面那个中间那个箱子的地方做任务的，我是在他们偏左边一点的。然后小温聊王大谋爆开的，然后他又说算了，演不下去了。不清楚啊，听你们后面怎么说啊，过。王大谋爆开的，那是被那个超能力杀了吗？难道？三只鹈鹕走了啊，那个九月从肚子里面被抛出来了，那个刀人的人我看见了啊，但是我先不说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带刀，待会儿如果有好人带刀的话可以说一下，那我就知道那个人是狼还是那个警长了。过了，先出小温啊，那小温都自己都说了算了，我演不下去了，还不投小温，还得是超能力，哪有超能力啊，谁能是超能力？然后左边这一刀鹈鹕现在死了，当时是谁？是我、新一、瓦妹、九月，我们几个人在那边，然后把鹈鹕给刀出来了，对是不对吗？那我们几个应该是好，我们几个出双狼概率应该比较低啊，如果这个样子的话，先出小温过啊，先出小温啊，然后这一刀一定是好刀，因为我们是三个人去聊身份的时候，然后三次直接面刺我，然后我是被救出来的，所以说我这边是一定认为这一刀是好刀的。然后小温他都自爆了，那就先出小温嘛。我，苍狼发言啊，我是在那个实验室，然后上面那个点蜡烛的地方，我记得旁边有个包包，然后我跟他说我做个任务，然后后来来了个刁德四，刁德四也说他在做任务右边还什么的，然后最后他是在我下面了，我在点那个蜡烛，我没有其他人的视角，好吧，过。鱼发言，我这边不在两个现场，我在一个地方，反正是我一个人在外边单走，好吧，我没有在任何两个现场，我觉得这样子就小文已经爆了，可以出小文啊，过。OK， 刁德四发言，
很清爽啊，因为我正好在做那个任务，王大魔跟小文过去了啊，就是他刀的，刀到加拿大了，他自己也认了。包包为什么还要搞不清楚啊？是吧？你还要搞不清楚什么意思啊？不懂啊？嗯，对的，所以一狼一提壶出了啊。我跟修凯一同时在那做任务的啊，过。新出小文啊，我和马老师还有小灿灿还有包包，然后左边是猴哥，我们都在实验室下面走了啊，过。那个刀是谁啊？可以刀包包啊，可以刀包包啊。完了，谁是刀？谁是刺客老大？完了！又减一百。又减一百，又减一百，又减一百，又谁当的又不说话了？受不了，又不说话，又灿灿到的我，灿灿超能力，今天小组这么好赢啊？哎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。你不已经死了吗？你怎么不知道情况？感谢补一只三车，感谢补一只三车，不错不错，好厉害！已经打出去，这么老大，他两把了，他不多，他不多，谢谢猴哥。不是，那你下面没看见是谁的吗？谢谢修可爱，谢谢大伙儿。游戏可以出。嗯，他是自己的狙。哦，这肯定得出他的呀。反过来，这肯定得出他的。是的，而且还从我面前过去的，跟大魔，对吧？我网页进不去，哎，很巧。爆开。哎，太巧了，这个太巧了，对，没办法，我网页进不去了。对，太巧了，对的。爆发！我操！哦、没有，但是我是随便随机点，我不会说是王大魔，啥也没干，一天200块钱没了，真难受啊，这真的运气太巧了，太巧了，来高不负，对，王大魔，这只能说太巧了。怎么说？聊不聊？信不信？刁德爷，信就直接报身份，倒数三，怎么样？抱抱，抱抱，三，我信，我信，二，但是等一下，我要报之前，我有话说。鬼扯，鬼扯，鬼扯，花里胡哨，想刀我，刀我，刀我，鬼扯，鬼扯，不是不是鬼扯，我是说信任值啊！不。好，我跟三次走，我跟三次走。我要说一个，我要说一个做了个任务。哎，我做了一个任务。啊？喂，被禁音了吗？那我说吧，我是出生在那个橱柜那边，然后走到饭堂，走到那个实验室的时候，有我瓦妹，然后还有王大某，然后王大某又上来抱我肉汁。然后后面从下面过来的是三吃和雕的事，然后秀凯应该也在现场，我听到声音，然后我觉得应该这一轮应该是到加拿大鹅了吧，这么快，好吧，过。嗯，餐发言啊，我是在钱塘铺出来之后，我看到包包，还有就是从也是过来的，然后这时候看到雕的事和三吃说，哎，你报不报？就是在那好像在对身份，就说我们真心，他们应该是真心换真心啊。然后这时候我跟包包呢，直接走到这个实验室，然后我是站在实验室的那个药水柜下面，好吧，然后我的印象里面只有包包，因为我是从头到尾跟着他的，好吧，过。OK， 对大魔发言。首先，我没有报我是肉汁，九月应该听查批的。我李仔在问我是吧，是不是肉汁？我说我不是肉汁，我说的是我不是肉汁啊。首先，我不是一个肉汁。我们一群人抱团情况下，上面有修凯，右边好像是九月，然后下面最后报警前雕的是从下面上来，他还说了一句话：“我跟谁去对身份了？”然后修凯说他做一个任务，待会我们可以进去看。嗯，这轮我谁都保不了。那我们就盘一下，星星哥他有可能刀到加拿大猴，有没有可能？因为他被静音了，那这个只能说静音狼来玩得很高，要么就是他刀到加拿大鹅，他没法说了。不，鱼发言，复活在隧道入口喝了口水，还走。